美，仿佛年轻二十岁。要是我再早几岁，娶姑娘怎有点后悔。勤劳持家，端庄还贤惠，岳父说很惭愧，没有让你享清福，总觉得对你有点亏。你小子这张嘴很甜，废话别说了，有啥你就说，难不成心里面有鬼，做错事赶紧给我来说说说。丈母娘，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借点钱，就知道肯定没好事，怎么又没钱呐、啊？我又不是开银行，我哪有钱给你呀、啊？丈母娘小气要还你，最近在门紧张，又不是拿来救我用，生活没办法。你小子说你不像话，当初你结婚彩礼也没要，这倒好，倒贴一大把，想咋样？只是希望你上进呀。五千我给你转账，这样够吗？没办法。谢谢，谢谢丈母娘，谢谢岳父大人。最近安利一款维斯积木遥控车，主要是为5到12岁的孩子提供优质的遥控积木产品。孩子们可以在玩耍过程中锻炼动手能力，培养独立的自主习惯。同时，遥控系列在产品中融入了丰富的主题和生动的故事情节，可以让孩子们敞开自由想象的翅膀，提高思维能力。军事系列直升机，在行进过程中，旋翼360度自动旋转，再现直升机飞行的真实状态。快速旋转的旋翼遇到障碍物会迅速停下，不会对小朋友产生危害。舱内同时放置2个人偶，启动维斯积木遥控车，跟我一起来比拼。